有一首歌是这样唱的，社会很单纯，复杂的是人呢。哎，那最近呢，上海爆出一件案子来，是一位海王啊，周旋于六位美女之间啊，这个还骗了骗财骗色，还有人这个明知被骗，心甘情愿帮他带孩子。你说这样的海王厉害不厉害？那海王这个词呢，是指暧昧关系众多，经常以广撒网捕鱼为中心指导思想，撩妹的渣男。与中央空调同意啊，源于本以为游进了哥哥的鱼塘，没想到哥哥是个海王这一句话啊，这是这个叫什么呢，网络用语啊。那其实海王这个词呢，现在也广为大家所知道，因为最近爆出来的这样的渣男是越来越多。但是没想到的是，这一位技术就更高超了啊！这个某集团高管年入百万啊，不仅事业成功，还做石油生意、投资理财，妥妥的一枚钻石王老五啊！就这样的人设包装之下呢，啊，实则为一名海王渣男，周旋于多名女子之间，骗财骗色啊！那这个。在2020年的2月份，小兰呢通过真爱网啊结识了戚某啊，这个戚啊，上海人读西啊，这个其实应该读戚啊。戚某这个人呢，自称集团高管，做建筑，管理着5000多人，工作特别繁忙。然后跟小兰认识之后呢，他就跟小兰说啊，我已经支付了首付950万元的房子，为小兰购买了一套房啊，现在这房子均价都涨到12万一平了啊。为此呢，向他人借了款，每月的工资房还贷之后呢，日常开销非常紧张啊，说这个自己只剩1000块钱了，但又急于要买一部手机啊。那大概意思就是说要买一个7000多块钱的手机，再加上1000块钱的耳机。然后小兰呢很心疼男友，你看人家都给自己买了这么好的房子了啊，价值950万呢，是吧？那给他买一个手机算什么，是吧？一共9000块钱，马上转账转给了这个西某。哎，那之后呢也一直都在说这儿缺钱那儿缺钱，这儿垫钱那儿垫钱。反正这个小兰呢就陆陆续续给他转钱了啊，一开始11万，后来又转了一些钱啊，陆陆续续的几十万就出去了。不过呢，后来这个小兰发现有点不对劲啊，那他也看这个戚某啊，戚某还经常玩抖音，还上传一些这个表示自己生活很优越啊，工作很紧张的这些视频，所以呢他就会从这个抖音下面的评论呢啊，找一些人看见很多女性在给他点评论，所以呢他就不仅仅出于吃醋了，他也有心呢去找这些评论的人去联系。一联系呢，哎，终于联系上了一个人。哎，这个人呢是叫什么呢，另外一个受害者啊。这个受害者呢叫周女士，周女士呢告诉小兰，戚某是一个爱情诈骗犯，骗了很多的女孩子啊，他也是其中之一，已经被骗了50-60万了啊，而且现在他很爱戚某，现在还同居在一起呢。哎，这个戚某认识小兰的时候还有老婆啊，直到2020年6月才离婚啊，所以这个小兰幡然醒悟啊，要跟这个戚某摊牌，要么还钱，要么报警。啊，戚某选择还款，啊，这个多次协商，分期归还了部分，啊，但是到这个小兰报案的时候呢，警方呢也认为这就是一个恋爱纠纷，未予立案。你看，渣男他就是靠这样能够周旋于多名女人中间。他说的，我都是跟你们谈恋爱呀。啊，是吧，我也没结婚也没有干什么，这恋爱当中有一些金钱往来也很正常，所以人家警方一般还不立案啊，所以这些女孩子就是被这样的海王啊这样诈骗。而另外一位叫小金的人呢，这个通过手机 APP 啊结识了戚某，
2021年的1月份，两人相谈甚欢，约出来见面。啊，在小金眼里面，戚某就是一个钻石王老五啊，穿戴名牌，开着豪车，是吧？那还经常给他家里面人送这个高档的烟酒礼品。而这个小金呢，在2021年的1月份通过银行贷款贷出来20万元准备买车的，但是戚某得知之后呢，就说哎，买什么车啊，来我给你做石油投资，所以把20万元要去了。要去了以后呢，戚某还给了6000块钱的这个首批的利息，是吧，鼓动小金继续加投，小金就追加了15万元的投资啊。那其实整个来讲，这个投资还不断的在加码当中啊，甚至小金还给戚某啊买了一部10000多块钱的手机。可是过了很久呢，这个小金就发现有些问题了啊，特别他脑子比较转，他把这个戚某开车开的奔驰的这个行驶证啊拿到二手市场上啊去了解，才知道啊戚某的这个车子的产权并不是他的。后来警方调查，这产权是他骗了另一个女人的啊，所以这个事情就让这个小金觉得戚某并不可靠啊，那报警，当场报警啊，要求归还这个投资款啊。那其实就在这个警方调查当中呢，一共发现好几个人啊，这个戚某跟好几个女人周旋。其实而且他还有一个10岁的女孩子，而这个10岁的女孩子呢，就是由前面说到的周女士啊同居的周女士在帮忙带着啊，所以这些人都互相联系啊，又冒出一个小凤也是被骗的啊，所以小金、小兰、小凤还有周女士啊，这些人都说，你看你们身上发生的事和我身上发生的是一模一样的。啊，都是一样。而小凤呢，其实只被骗了7万块钱，算少的了。而这个周女士，这时候回过头来说，这个周女士啊，不仅是情感被骗啊，自己也帮她买了这个40万的轿车啊，但是直到警方来找到她，她也不承认自己被骗啊。所以这个渣男海王就是这样一个人啊，他一共骗取6名女性。啊，近80万元的这个资金，所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多行不义必自毙。当然，这些人一天到晚晒这个晒那个，晒奢侈，晒成功啊，都是为了吸引女性。所以，希望更多的小兰、小金、小凤、周女士们在交友当中呢，要擦亮眼睛啊，不要被海王所骗。